不要杀群众，先把保安杀了。哎，有人来了！哇，贼爽！英叔爽不爽？英叔，哈哈，太狠了！哈哈，就在里面躲着，你别吼。对，人说一出去就立马回来，一出去就立马回来。你先别出去，等我们把人都清完之后，你先踏出银行门，然后再回来，一直躲在银行里。对对对，先让我们清完。Are you ready? 砰！然后我们就在银行里面爆炸了。我可以出去之后回不回？出去之后再回那个银行。先别出去，先别出去。袁叔，躲到后面，躲到后面，袁叔。RPG。好，走。油弹刷起来。优先就出来一下，优先出来一下。别出来一下再回去。跟我来，从这边走。不要从这，不要从这，会摔到血了。不，这边不会。确定？不是要踩点，要踩点。哎呦我靠！你说？哎呦我靠！不会呢？哎呀，我偷脚臂，我不行！你们帮我打，你们打他！快吃！我没有护甲。那你吃零食。我也掉血，我也没甲了，我吃个甲。护甲是一个超重型零食，吃爆炸了。我现在满状态，走。我去，把他给砸死了。然后凯峰，你去把车开出来，我们去把那个，不要，你们把先去把那个摩托车炸了。哎，把那个武器箱，这里面有护甲，啊、哦，爽！啊，爽！把车炸了，我把车炸了，炸了！一定能进去？开进来吗？我目前无法进入自己的车库，我得来回刷是吗？难道这个 bug 消除了？不可能。有可能，更新了很多啊。冰刀啊！警察来了！你进了没？没有呢。我从上面进，我从上面进。哎呀，谁害怕？我目前无法进入公寓，你等会让我躲一会儿。他说了，戴学长和在警察视野范围内，我不能在警察范围之内，啊！警察来我这儿，把他打了，打死！漂亮！你头上那辆直升机啊！把直升机打了！自杀！贼气！我自杀！哎呀，贼气！我的弹药！我这都没死！贼气！去找人自杀吧！哎呀！哎，这个 bug 修复了！开摩托了 ！What？ 那你看一下能不能把飞机开过来？我试试！哎呀，我知道有个地方，有个警察局，上面有个刷飞机的地方。我出界了，赶紧回去！不行，我的天哪！过来帮忙敲这辆警车的车门呐！你再敲，一会儿车都要烂掉了。哈哈哈！他把那边都快敲烂了。把车门打了，打不了啊！爆了！我告诉你，车爆了，颠死三条命！我告诉你，那也没办法！我天哪，这好烦！把车锁能不打了？打不了。这机车能不能骑两个人？哎，可以。咱们骑两辆吧，骑两辆。就骑两辆，骑那个约叔。优先上卡通的车。然后，他用光了。前往那个游艇，掩护我！刘云，你们去把敌人引走，引不走，他们约叔，你按 X。你按 X， 约叔按住 X， 摩托车按 X 没用，赶紧开！啊，约叔掉钱了，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前面，别撞警车！啊哈哈哈！就我们居然正常玩了一次太平洋。
哇，这卡扣你妹妹开车稳点。哇哇，你妈撞车呀、啊！月数交多少钱？交了58块钱，58块钱是平时每个人交10000多。哇哇，好爽，好刺激！干死他们！哇哇，我这车技特别棒，我车技特别厉害。哇，月数又掉钱了。别说掉了10万，别说掉了10万。我尽量走山路，我尽量走山路。别说又掉钱了。哎，我一直在看那个钱。专心开车，专心开车。不行。天，那里每变红一下，凯峰那里就流一滴血。我绕路，我绕路，我绕路，我绕路。我也绕，管他。啊！我掉车了，我去。Just you.No why？ 别说掉卡了呀！快演，我掩护你们，我们掩护你们。把月数淹掉了20000。啊，混蛋了，我操！没戏！哇，前面来了！前面来了！我去，绕路！哇！我连夜滑！哇，你们不要作死！不要作死！刘月，你在哪？快走！什么鬼？你们居然脱离了！快走！我好像走错地方了。那路上贼多匪。刘月，咱们是匪，咱们是匪。管他呢！这有，对我们来说，他们就是匪，抢劫的！我操！抢他妈钱！组团酒驾！你们快来！我的天！降落伞怎么开？怎么开伞？啊！你们这什么？你们要开降落伞？降落伞怎么开伞？不要开降落伞，因为要交钱了！啊！干死他们！降落伞怎么开伞啊？月数掉了25万。就是。到了！你们快来！你们快到！我们现在不能上船。找个地方，你们到船那边了吗？到了。下去啊！快点，我们在绕圈，我们在绕圈。你们在船上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上船就死定了。你们快来！我们到山顶了，你们怎么到山顶了？为什么要往那边走啊？你们快点啊！不是啊，到船这里啊，直接走到船，看地图啊！你要急死我呀！不要了，今天朝来的土特方彪哥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要急死我呀！上车了，正在滴血。哇！哇死了！哇！绕了3、4次都没等到你们，你们说你们到了，结果在跳伞。你们看我的车，看着，准备好看着。哎，看着啊！来，走吧，等会儿。来，我别撞！哇！来撞！哇！我的车，我的车门全掉了。放心，我拿钱很快的。人你们杀，钱我来拿啊，好不好啊？看我手速，看我手速，看我手速，嘿，哇哇，手速，贼快，哇，厉害了！看我手速，不许拿了，我的。不要打我手，哇，钱都被你打了一个坑出来。哇，我点的手都累 ，What the fuck？吓老子一跳！大家注意好，右下角的125。我拿到钱了，一会儿就不是这个数字了。一会儿就是那一百没了，一会儿100万没了。哎，别！25万了。哎，我可以用自动提款机，我提个款，你们桥都麻袋。提个屁！我来了。哎，能不能把1250万直接存了呀？我操！对啊，啊，直接在这存钱了，为什么还？这么说也可以吓死人呢。悠闲离开了。刘姐，掉，放松一下，给你们展现我身上的技术。哎，我这怎么也变成自己的？Look at me， 来，跟我手一次，我肯定是开的最快的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！谁呀、啊？大师马上撞的是谁啊？哇！你们怎么速度这么快？你这朋友在撞我！操！哇！你谁撞我？耶稣弟！哇！哇！你们针对我！你们针对我！啊！不是我撞的你啊！我这开的好慢，哎！别撞我！我的妈！
这里被撞了这样死啊！这汉子看我开转圈了，哇，这爽！最后一名，急速下坠！哦吼！我第二了，哇，人把我撞到最后了，就很气。来吧，看直播的观众吗？啊！等等等等，真正的车神啊，不会怕最后的。哟吼！哇，这车开得好爽，我觉得开第一人称肯定更爽。呀嘿！哎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个人，啊，看不了，前面有个人。哎，我的第一个目标是超越我前面那个人，贼牛逼！啊，你为什么停下来啦？七秒的刘学成第一了，我的天哪！哇，凭什么我莫名其妙从第一变成第五了？哎呀，哎，我怎么第三了？哇，好刺激啊！这个游戏，我要上去了，我要超过去了！我第三！哎呀，哇，刘学成第一了！为什么我他还扣了一千八，他还敢赌 nice 666。来，我喜欢这个图，不喜欢。我们装出了个叛徒，骑摩托吧，骑摩托吧，那就骑摩托。风车地狱也是骑摩托，好像。哎，骑摩托，我觉得我要开一首歌。不要别不别模拟大镖客啊，踢下地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。为什么他给我自己选人自定啊？为什么？哦，我们要选择是吗？完了，完了，我这车可慢了，我这车可慢了。选择自定的车，哈哈哈哈，谁的副本？我这车可慢了，哇！哎，停！你这轮，你这是自轮啊？不行，我要把他拉下去。再见。海风就特别的气。肯定那个很冷吧？还学弟，我操！亚轩，你他妈傻！你他妈傻，亚轩，我他妈重生了！怎么重生？怎么重生了？哎！亚轩在哪？说好的稳呢？亚轩 ，F 哎呀，就很气！为什么 F 没用啊？长按一直摁住。操！我肯定最后啊！哇，第五名，烦的一批。烈火三轮车。Double right, motherfucker！ 可以来，放心，我马上就可以追上我前面那个人了。那个人是谁啊？他骂我那个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撞上去！哇，我差点掉上去，没气啊！车神，啊，这辆车太垃圾了，对，都怪车，不能怪我。我来了，啊！你干啥？别比中指好吗？我们是有文化的人，好不好？再见，告辞。悠闲很凯波很气哟、哦、我这个摩托在漂移，哇，我这好慢呀、啊、我上不去了、我不玩了，你谁也别上吧，我天哪，你可以凯波，你可以撞人啊，来吧、哎、嘿嘿嘿吧，哎，给没撞到，我好气呀、啊、哇，我贼了，凯波趁现在，哎，我操，开翻了，我要翘车头了，哎，我为什么这样死、啊、你们仨还在跑第一圈吗？啊，还有第二圈啊、哎、我也完赛了、哦、我也完赛了，还有二十秒，这不就是第二圈？来，大家不肯死一次啊，真的很气哦，谁爬谁，等等，你开四轮车，我把那个魔笛大镖客开起来，哇，这个摩的大镖客配上这个真的太屌了，哎开四轮超跑啊，我天哪，
文具车，就投币的那个，一块钱一次。娃娃车，开卡车是谁呀、啊？嘟噜，耶！不许跑！不许！你其中一个投币的，你合适？啊！我撞他，我要掉下去！他把我掉，不，他被我撞下去了。哎，前面那个，别跑！哎！这我这车速度好慢。哇！你抓我一说，我这个车弯道太垃圾了吧？喂！蒙蒙蒙蒙蒙！哎！我是不是捡着了吗？哇嘿！我第一了！我第一了！凯哥，你掉了？啊？我掉了？哎，不是啊，是我掉了吗？还是我第一了？我也第一了！我第一了！我第一呀、啊！有我的优势，不行，我不跑，我就是第一。不知道，可能可以吧。可以。我弟怎么飞出去了？这个人好自大哦，这都追不上我。哎，我怎么第二了？哎，尴尬啊！我想赢他来着。为啥我一直是第一？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啊。操！哦，悠闲还有第二圈哎！再见，想烟火，想学火，就真的这个车给我感觉就是一坐上去就尴尬。BF40，BF400好像还挺好用的。哇！凭什么我第二了？他第一了！他翻车了！快趁机，快！第一，开个第一人称来玩吗？完赛！为什么我第一人称可以看后面？灵魂跳伞队冠军凯孟飞，听说过没？你要是能从我手里逃走，那简直就是我2017年听过最大的笑话。你说你说什么？凯什么飞？凯孟飞？什么孟飞？凯孟飞呀、啊！凯孟什么？滚！一二零！哎哎，你还压我车？你赔！